讲啊。那现在这个时段呢，是我们现在要令人兴奋的时刻啊，因为我们要来抽奖。那是不是我们请朱博士来替我们抽，先抽出五位？还是请我们的贵宾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哪一位？董医师来替我们抽奖吧。好，那个我们现在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贵宾董延龄哈。董医师，他是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国宝级的中医了，哈，国宝级的中医。他其实有很多的疑难杂症啊，这个西医没有办法处理，到了董医师手上呢，都能够哈妙手回春，啊，所以我们再给董医师一个掌声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就请董医师来替我们抽出五位，好，就是摇一摇。可以啊。传输因子都不要停止。我现在念大名啊，这位是陈方南，陈方南，哎，这位董医师，恭喜您，是好。这个陈方南先生是从嘉义的布袋来，胡子来。所以特别来听朱博士的这个传世音乐，是我30多年的老朋友，谢谢大家。你看这老朋友气场就是不一样，手一抽就抽到。第二位55号，来，我看看55号，55号是梁香芳小姐。再抽下一位，31号，31号是，哦，我自己。没关系，那我这一份就再捐出来，啊，捐出来，哎，再抽一点，再抽一点。22号，22号是郭宗甫先生。郭教授，好。好，请再下一位，49号，我坐下。49号啊，我看一下，49号是张颂论秘书长。秘书长，你是不是要把书捐出来？捐给我自己的朋友。好，那还有。再下一位，61号。61号，侯继义。好，啊，门口，还在门口，爸爸，在外头。好，来。好。哎，请。来，请。幸运，哎，幸运者。好，谢谢。3、2、1。谢谢郭教授。这个我们就节省时间，不照相了。谢谢。没有，我捐给。对 ，Lucky Seven 第七位幸运者，再抽一个人吧，因为我已经事先定了，我事先已经定了。第七号，廖丽珠小姐，不是第七号，不是的，抽出来的。好，我要抽了。好，要抽的。好，那你要抽今天的幸运者，今天的幸运者。哦 ，OK， 我这本捐出来，因为我事前已经定了，已经买了。好，那我来抽，我们节省时间。对。多10号，17号，17号，这位这个林我念你的手机好吧，因为您的字我林不容易辨识。0932646295，哪一位？您的手机。Lucky Seven 是谁呢？0932646295。哦。给他自己做。哦，你送。因为我已经定了，好，谢谢。
好，也谢谢这个董元林医师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进入第二段的这个讲座哈。